今天海鸥这么多，一起起飞。今天没戴眼镜，戴了隐形眼镜，试一下感觉怎么样？现在走到快到海边，感觉挺好的，感觉那个浪很平滑的。哇，好亮啊，好漂亮！你看这个多好，多好，你们上去了，多好！哇，好多海鸥，好多海鸥。每年啊、年底啊、九月底啊、十月、十一月，感觉都是这种，就是啊、比较平，然后有比较长的浪，然后就是比较缓的，而且那个水也特别清，水也特别清，能见到水底的，这个特别好。你看这种，就是你可以比较不费劲，在那里等，等到浪来了，然后去抓。看看他有没有抓到，看他也像是初学，不是特有经验，没有，没有，他应该那个划水快一点，划快一点，拍抖快一点，啊，偶尔有一些比较大的浪，然后他也还挺好看，有这种，pipeline， 就是有一点小小的卷，我下水啦。你看那些远处的海鸟，哇，排成一队，多漂亮啊！